2分22秒，阿凯，你速度变慢了。我的2秒正在开始游。比赛快到了，不要再在我浪当。好，知道了。你不是很厉害了吗？游多十圈呢。是我打工的地方，这里引导了我们友谊的开始。妈，你还好吗？喂，前面的，这个给你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多事，下次小心点，走。他们是谁？为什么欺负你？有事情吗？哪里受伤了？就是深州雪林游泳比赛了。是啊，阿凯他们要去发展了。在哪里？那边。啊，100分很厉害啊！喂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不要走！是啊，等着给我。喂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这边是学校，那你可以打架。你们1、2、3、4，跟我回办公室。阿凯，还是很慢，要拿冠军要更快一些，休息5分钟吧。给你，我去买汽水。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怎么都是游不好？我要怎样才能进步？你告诉我。你再游一次给我看。你游泳的动作都正常嘛？怎么会歪呢？歪？应该是有一次的时候我练习，我拉伤了我的背部，所以现在用力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。哎，哦，我明白为什么，我明白为什么都游不好了，应该就是我背部的关系。谢谢你阿哲，谢谢你。阿凯，你试试改一下姿势吧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多练习，加油。吃饭了，肚子很饿。来吃饭了。嗯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喽。听说最近有2个人一直和你在一起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们常常陪我一起练习。好朋友，你游泳技术很厉害的吗？少浪费时间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玩，要玩就等到拿了冠军了再说。什么不三不四？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朋友？我一直都有在练习，我也练得很好，我下次一定拿冠军给你看的。很好，上几次也是这样说，结果冠军呢？好的啦，妈妈就跟我好好吃顿饭吗？你心里面只有冠军，难道你没有领会到阿凯的感受吗？阿凯，我们上楼去，别理这个野蛮人。你说谁野蛮了你？
真的很努力呢。这次的比赛你和巴特来看我好不好？先休息吧。嗯，好，先出去。阿凯好努力。这是当然的，阿凯什么都可以输，就是永不能输。为什么？他很忙，他一脸焦虑。他一直要他夺冠，所以他真的不能输。深州学联游泳比赛正式开始。一分钟十五秒，这是一定能赢。怎么就是这样？林凯，你有进步，我也有进步，这次我又赢了。真无聊啊！阿凯怎么乱乱丢？阿瑟。爸爸是不是没有用？妈，阿凯最近好低落。今天我带上去了你车祸的地方，地上血迹没了，爸爸也开始跟我说话了。没什么事过不好，对吗？妈，请保佑阿凯，他爸爸一定会认同他的。哎呦，一个人在这边做什么？你的好朋友呢？你们刚做什么？要报仇！不要！哎呦，老爸，这个好像很齐全哦。原来是阿凯的宝贝，想要拿回吗？到湖里去拿了。哈哈哈！走吧，真白。我爸爸快要来了，放你回家好不好？不用麻烦了，你自己注意点，那你的比到了。哦，对啊，你拿着这把雨伞，你自己小心啊！我爸爸来了，我先回了啊，再见。哎呀，哥，昨天是你叫我爸爸来的，对不对？我和他已经和好了，现在我已经不有压力了。谢谢你，再见，阿哥。嗯。喂，你真的 OK 吗？你还在发烧诶 ，OK 吗 ，brother？ 可以可以。Hello， 校长，我的儿子不见了，阿瑟。啊？据我们的推测和检验报告，何宇哲是因为溺水窒息而死，死亡时间为两个星期。搜寻队找到他时，手里依然紧握着一个银牌，初步怀疑他是为了捡回这个银牌而跌进湖里。来，凯正。阿哥，我可以进来吗？阿哲去找妈妈的第一百天，晴。
阿哲，你和安迪在那边还好吗？校长雇佣了你爸爸，现在他在我们学校做园丁，他很勤力的工作者，你别担心，我们会帮你照顾他的。我最近比赛都不错哦，可惜少了你。不过下次我一定带着金牌去探望你，还有你妈妈的。到时候我会跟你炫耀我有多厉害。阿哲，这本日记就让我帮你继续写着吧。